哦，已经把它抓取下来的话，其实你直接可以拿之前的程式拿来修改，应该都没问题啦。只是说呢，把前面的程式哦，这个 table 哦，把它改成 ul，OK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把 tr 改成什么？改成 li，OK 哈、哦。所以这里啊，第几个这个位置可能要自己再重新算一下哈、哦。那另外的话呢，td 哈、哦、就改成什么？改成 div 啊、哦。其他的规则应该没什么太大变化。那我把它执行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得到的结果就会长这样子。执行，OK 哈、哦，清除掉之后，然后等个5秒钟之后，把它里面的资料取下来。那你会发现它取下来资料的话，等下它好像雅虎股市哦，你如果看到国际指数的话，表示它跑的，可能连线速度这个。抓取的资料好像有，就是说呢，哈，有 delay 到了，因为它连线是不是大家都去连，所以会变成会稍微要再慢一点时间，因为如果5秒钟有的时候它网页可能还没载进来，OK 哈，我们来再 OK 好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怎么还在播？好像抓到别。如果假设你5秒钟，因为可能我怕是我们太多人去抓取，所以造成它给的流量会比较慢一些些哦，所以也许你可以这个可以把它稍微延后一些些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边全部抓下来的资料有没有抓？有抓下来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呢，它的 DIV 里面放的资料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。你会发现哦，第几个 DIV 不需要？其实我们要的资料刚好是在第几个呢？刚好这个是零开始，这个零，一，二三四，其实从第五个开始才要了，有没有？那也就零一二三四这些是不需要的。OK，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抓下来，这前面的东西不需要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其实你可以把程式改写一下，这前面不要嘛。所以如果不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个，就是因为我假设啊，直接拿上面这个程式来改的话，这一段有没有取出那个 TD 的部分哦？如果你直接贴上的话那我们之前是0到19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19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全部的话，就是 TRS 点 next 它里面所有的长度了它的叫 length LANG。th next 减一啊，这边可能可以自己把它改一下啊。另外的话呢，把它里面的资料全取出来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如果要避开什么？避开前面的四个好了，前面四个怎么避开？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回圈部分不改，主要改这个地方。追的部分，追的话指的是第几栏？我们从第零栏，我刚刚讲是零。一二三四，如果不要的话，从五开始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可以动一点手脚，从哪边呢？J 等于是吧？其实可以从五开始，意思就是说我要抓的话呢，我零一二三四不要，我从五开始，五的话刚好抓到这个台泥名称有没有？然后刚好代号，后面的都要，OK，所以如果我避开的话，那理论上应该会抓到零，五。六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五，从五开始嘛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直往后了，一直到哪一个呢？总长度减一了，OK，就是以后到后面最后面那一个就对了然后呢，把它里面的资料呢，帮我分别取出来，放到哪里呢？放到我们要放的位置上面。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追的话呢，如果追加一的话，那蓝。我们这个 sales 指的是 Excel 里面的这个储存格位置哦，所以如果假如说你这边是 J 加一的话，那你变成5加一，5加一的话变六，
所以变成会发第六就 F 啦，好不好？一二到，所以变成说，假如说你如果程式这样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下来的资料会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，它会下来，但是前面这边应该是不会下载，它只会下载什么？后面这个区块的。OK， 因为我这边时间设10秒钟了哈，让它等比较久，比较不会卡那么。这边设一个中断点啊。它就下载，但问题啊，这个 J 的话是等于5的话，5加1等于第6。所以从第6栏开始，那所以你会发现下载的资料的话，应该理论上会放在后面的哈。所以有个解套的办法了，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哈，把它稍微改一下，5加1的话哈，可以把这个程式哈，可以把它改成这样，就是这个路径。这个第几栏的话，可以把这个5的话，因为我要把它改变成放在第一栏的话，那我可以什么？它现在5开始嘛，所以我可以把它什么？把它变成1的话，可以把它减4。也就是说呢，我5减4的话呢，那就1，意思说从第一栏开始啊。如果下一个第6的话。6减4当然2啊，所以以此类推，可以把它分别往后面放。理论上执行应该就可以资料哦，通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帮我把它取下来。好 ，OK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。但是呢，你取下来的资料还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它会多一个空白栏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好像有一个地方是有空白的，就是在第7。贴过来之后啊，忘了把这个改一下。之前从上面抓过来是 TD， 所以一直没抓，难怪东西没下来。OK 哦，啊这边把它改一下，改成 DIV。OK， 来把它run一下。也就是说哈，抓这个网页里面的 UL 改table 改 UL 哈 ，TR 改成 LI， 那这边的话 TD 改成 DIV， 然后分别再把资料抓取下来。各位可以看到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资料呢，逐一的抓取到我们要的这一个表格里面了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抓下来前面的资料已经不见了，因为我们从5开始，那J减掉4，但问题哈，最后还有一点点不完美了，就是说最后这个地方哈，会多一个什么？这一栏是多的，所以其实最后啦，当然你可以把这一栏给砍掉，没关系，有没有啊？这一栏如果把它砍掉的话，那你可以叫，这个这一栏哦，也许你可以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那个栏要把它 delete 掉，那个叫 columns， 栏要删除的话呢，那你可以什么？把第3栏，要不然就 C 栏，点 delete 也可以。OK， 加这一行哦。就是下载完之后的资料哈，把那个 C 栏给砍掉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这个注意，最后这个 columns delete 掉 ，auto fit 把那个 IE 给关闭 ，OK，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那只是说呢，如果上面哈其实还需要一个东西啦，上面如果说你希望呢。上面还有那个名称的话了哈，其实还有一招了，就是说呢，你可以最后再补一下，我是后面再补一下，或者说你刚开始先把那个栏位名称加上去也没关系 ，OK 哈，这样不加也没关系，那我加的方法就是什么？我直接在这个上方哈，可以在这个程式底下，干脆底下加好了。当它下载完之后，我就手动自己用程式的方式加。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在这个地方底下再加上就是，row 点 insert，
就是 row 第几列呢？第一列，先把它插入一列。insert 就是在上面插入一列，像刚刚的动作，然后再把里面的那个名称给加上去。那名称的话呢，第一个 A1 哦，我叫做 股票名称。B2 的话呢 ，B2 就这个叫做代号。好 ，OK， 那第一次类推啊，股，然后分别把它加上，所以这个底下的是我们手动再把名称加上去啊。当然理论上哦，程式应该是要写成这样，就是A1 叫什么啊 ，B1 叫什么 ，C1 叫什么。只是说呢，因为这个太长了，所以我习惯就是在储存格后面加个冒号，你就可以把后面的资料什么把它放到它的同一行的后面。这样的话好处就是程式不用写那么长了哈。加个冒号的意思哈，就是可以全部串在一起。那意思是说哈，当我怎么样资料下载下来之后的话，那再分别把栏位名称加上去。不过是手动的啦哈，我就不去网络上抓，因为我觉得反正这个不管是你手动就自己加上去其实也 OK 啦，因为名称应该是不，这个栏位名称应该是不会变动的。所以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所以我们最后再把这个过程哦再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这个时间大概五秒就 OK 了哈。所以分别的话呢，第一步哈就是把它怎么样，这个加一个 rows， 少一个 s 哈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清除资料之后，连到那个雅虎股市，然后等个五秒钟之后，先去抓它的 UL 第六个。好，然后再抓里面 LI， 然后并且把它里面所有的资料呢，这个 DIV 里面资料一个一个帮我抓下来，好，然后就像这样子。那但是最后的话呢，哈，会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 C 栏是多余的这一栏，所以我就写一个叫 columns C 栏点 delete， 就是把这一栏给帮我删掉 ，OK 哈，所以删掉。然后呢，就 auto fit 就自动调栏宽，然后把 IE 物件关闭了。那如果我还要栏位名称的话，那我这边想了一个方法，叫做插入一列，在哪一个地方插入？在第一列的地方，一的话指的是第一列，好，帮我 insert， 有没有发现？这个的话呢，哈，指的就是说呢，我要在第一列的地方插入一列 ，OK 哈，然后上面的名称自己补上嘛，所以 A1、B1、C1、D1 有吗？分别的话呢，把它填上。资料填上栏位名称 ，OK， 不过应该改一下，应该把 auto fit 应该是放在最后面应该比较恰当，因为插入好像这个宽度又会跑掉，所以干脆把这个 columns 哈、放这边好了 ，OK， 好 auto fit， 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了，对吧？那如果呢你现在这个水泥类股可以抓得下来的话。那理论上其他类股也可以抓下来，其他类股的话了、如果你要当日行情嘛、然后这边的话有食品嘛，有没有？不过好像各位可以看到、它的变化在哪里？有没有发现这个网址有没有？它其实好像都一样哦，只有怎么样？这个变一有没有？那如果你是什么？如果你是这个是一，这个应该是二吧，这个应该是三吧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一，有没有？这叫什么 selector id， select id 啦齁，然后 select id 等于二嘛，啊这 select id 等于三，所以哦，如果你要把全部的类股抓下来的话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是跑个回圈，第一次抓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等于啊，分别把资料有没有？所以啊，如果你要把这个雅虎股市的所有资料通通放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，那就跑回圈就好了嘛。那总共跑几个？总共跑到这边吧？什么？这什么？是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熊镇？好，不管了，好吧，好这个，那到多少？到52不过我建议先，如果在这边练习的话，先不要跑太多个，跑个两个就好了吧，三个就好了，不然的话我怕我跑一跑之后，等一下我们就连不上雅虎股市了，因为他其实他们主机上面会有。
侦测说你是不是爬虫啦、啊。如果你是爬虫哦，它其实会过滤掉，哦，因为人工不可能那么快啦。所以哦，有的时候那个停等待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等久一点嘛，你大概等个一分钟也没关系，反正你就让它电脑放着。那个它这个部分你可能自己要再找一个规则，不要让它一直跑太快哦，那会封锁掉。因为之前上课就遇到同样的问题啦，大家一直连，然后连到最后没多久，雅虎股市那个地方就连不上了。OK 哈、哦，那这个可能要小心一试试看好了。OK。那我待会一样哈、哦，会把这个程式哈、哦，因为我之前有写过一个版本了、啊，我发现这个版本应该是比较简单，因为之前的话，我之前在放在那个我上面的这个版本是判断是第七栏，如果是第七栏的话就跳过，但我发现这样写好像也是 OK， 可是这边要多一个 K， 我觉得好像比较复杂一点点，好，所以呢，也许我把这个版本呢，也许把它更改一下，改成我刚刚写这个版本。啊，一样，我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给各位参考哈、哦。你们应该，很快应该可以更新吧哈、哦，然后拿这个试试看吧哈、哦。那主要变更的部分哦，其实就拿刚刚的程式，主要是改什么？改标签名称，哦，一二三，大概有跟动的部分的话，我把它 mark 起来。啊，你们可以针对这几个部分哦，去了解一下啊。等于我多了一个是current 用 current 时物件、哦、把它做 delete， 另外的话呢插入一列、欸、插入一列的话这样子、啊、当然以后的话、哦、甚至如果你不会删除栏或者是插入列的话一样啦，你可以用录制句集啦，有没有，你做一下那个动作，然后就录制一下句集，程式也会出现啦，只是说呢、哦，当然如果可以记起来是最好，如果记不起来没关系，你就录制句集，然后把录制好的那一段程式插入到你要的那个功能的那个程式下方，一样可以做出、哦、一模一样的结果出现。 OK、哦、试试看、哦。